气管在它制造过程当中，其实长久以来我们还是会加铅当作一个稳定剂。水温，好，水温如果水温比较高的话，它溶出的铅是比较多的。好，所以像经过热水器的水，你就不要拿来饮用。RO的滤水器去过滤的话呢，事实上它也可以有效的把这些铅。水管里面的铅把它给有效的把它做阻挡。每周晚上10点，请锁定《大爱探索周报》。